开始了没？好，开始了。好，介绍一下。这个是很像夹娃娃机一种。嗯。然后，如果有些夹娃娃机会有两颗球，那我教你怎么弄，怎么夹。好。这个是下去啊，这个是移动方向，再下去啊，这是夹，你可以下去。然后如果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就这样往旁边再夹，有时候拿不起来，然后你就一把接起夹起来，然后就跑出来了。然后再第二颗，第二颗也一样，但如果也是夹不起来，你再按久一点，然后再把它这样夹起来，就可以夹。哇，好棒啊！再放一次，再一次。好。哦。掉下去。好。好啊，开始。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，但如果这样夹不起来，一直都夹不起来，按久的时候也夹不起来，按久的时候夹不起来的话，夹。那我就教你一招。教你把它这样，你夹到这颗吗？因为两颗都会挤在一起。所以你有时候无法夹，就把它这样推，把它推走。然后如果它还是推不走的话，你就一直动，撞它，然后等到它，然后再这样夹起来。好，这第二颗哈。第二颗就很简单了。第二颗就这样弄下去，如果没抓到的话，你就直接往旁边，按下去，边往过来就会过来，然后这样夹，就放进去。哇，棒，好。